说你正，然后你粉丝暴涨，瞬间哦，因为康哥一句话。对，我大概两三年前我上来上过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VCR。是，是他学生。OK， 学生。对，你怎么会这么正呢？康哥超帅的。哎哎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等一下。这个什么很开哦，这是什么形状的？啊，那个是小放做的，那是抖音舞蹈，对啊。拜拜拜拜，这应该是怎么拍的？看起来是很简单，脚架在空间。哦。看得出来是偷拍的，对对对，粉丝啦，粉丝，这个偷拍算是比较善意的，没有局部拍，对，因为它的角度非常健康，健康的，对，就要不然就是局部，要不然就是角度非常的不人性，不科学，非人性角度，对，欢迎孟，欢迎孟姐，哎呦，老师很熟悉啊。刚才那个舞是什么？你跳的那个，今天很 can 呢。那个是我们橘间的歌。橘间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球赛的橘间会放的歌，类似应援曲。哦，吓我一跳！一局跟一局的，我以为橘间是一个什么火锅菊花的橘，是竹间，竹间，竹间的。乐天桃园啦啦队队员。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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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Lakuten Girls。Lakuten Girls。孟姐来过国王帮忙，这一定要的嘛！综艺大热门，《饥饿游戏》、《欢乐智多星》，哎呦，都是大节目哦，厉害哦！不大不上哎，哇！没有，你本来做什么？原本进啦啦队之前是拍广告跟平面，比较静态的。平面模特到啦啦队，这是一个完全两个真的两个面向的东西。那一个是非常静态的，一个是非常疯狂动态。你这个转的过程中，会觉得很辛苦。不会，但是又反而会有更多的粉丝，因为平面的话就比较大家可能不知道你是谁，然后但是在球场就有很多人会认识你，而且会直接去到场支持嘛，对，帮你就多了很多粉丝，所以很多人去看其实不是看球赛，当然啦，当然是看他，对啊，可是你们拉队里面，互相之间的竞争会不会没关系，勾心斗角说出来吧，不会啦，有，分享一下，学姐都对我们很好。那会不会比较的，总会有吧？比如说你讲出来，比如说学姐下一场会来，我们的局间之间，我们这边哇，我前面这么多人，他只有27个人。对，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粉丝群，那会对吧？但是有大群跟小群，对啊，有啊，就比如说60万嘛，1000多嘛，对啊，72，这个你知道中间的差别。但是我们粉丝也都是爱屋及乌，就是我可能喜欢我，但是也喜欢。哦，我懂了，就是说大家聚集在那边，发现，隔壁的脸色差一点啊，没关系，那我们到他前面去，给他面子，冲到就那一群。这个好，这个很贴心。对。可是你以前多肥啊，你参加啦啦队可以瘦10公斤啊。哇。因为我们那时候刚进去的时候都要练。100多首的应援曲，你是应援到100多首、啊，对，然后因为有这么应援哦，每个球员出来都有每个球员的歌，每个球员的应援，然后还有每个居间歌，然后加在一起就差不多100多首，对，然后而且那时候如果没有跳好的话，学姐下来会说就是，我开始讲，开始讲，来，没有学姐会就是跟我们讲一下说，哪边要怎么做这样。比较好，不是吧？应该下一次冷言冷语，想到哪边？这样你好意思跟我们站在一起？你做10公斤是压力吧？你以为你平面模特哪边该怎么做？了不起，我看你不要做。没有，那时候刚进去就可能跟大家比较熟，比较不熟，你们不要这样子，就会比较压力很大。这样当然当然，那个压力都很大。请问一下，你们可以交有没有签约不能交男朋友？没有。他们好像只能不能跟球员。对，不都不行。哦，别队的球员可以吗？哇塞，我们没有，他在参加好问题，应援的天，然后跟兄弟的在一起，这样对吗？对啊，哎，不，你怎么这样讲？他跟日本巨人在一起啊？哦，可以，就是不能跟同队的。
那别队的话就不要被发现，教练就教练也 OK 啊，啊、教练吗？对啊，教练都结婚了，一般干到教练都已经结婚了，有的年轻的啊，投手教练啊什么有的，那个都结婚了啦，那弄到投手教练怎么可能多年轻？防护员，我们都很专心在练，没结婚的出来，球童，我们专心在练舞，就是啦啦队，我就没有去想那方面。那我们这种去看球的可以吗？对啊，看球的，对棒球很有热情的主持人。没有看你的球，你说棒球的热情主持人，他说你说马国碧，再讲一次，我想要看你的球，眼球 strike， 眼球啦，眼球，什么球？什么球？看球是？哎，我有两颗你，不要这样，人家杀死风险。梦景，你会紧张吗？我很容易，好像梦姐，梦姐，真的很紧啊！我觉得你好像比他还紧张一点，叫孟姜女。梦姐，对不起。他的意思是说，你上电视还会上电视会紧张吗？对，而且我反应很慢，就是慢到那种我在休息室，然后别人叫我说孟姐，你可以借我腮红吗？然后我大概一分钟才会回他说，你刚刚说了什么？那是纯粹不想借。这我们演艺圈都是这样的。嗯，现在有男朋友？没有，没有男朋友。嗯，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贴心的。哎呦哇，哦，多贴多贴，像康哥这样的。哦，懂了。你这条路算是开阔了。开了。他本来是喜欢教练，现在才可以撑五年呢。你因为我说你正。然后你粉丝暴涨，瞬间哦，因为康哥一句话。对，我大概两三年前上过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VCR。是他的学生。学生。对。你怎么会这么正呢？把我们正了。我们不能夸奖。今天我不夸奖，明天又要骂我。我的学生去你节目，怎么被你这样子弄呢？对不对？你这个老师是什么心态？啊，对啊，那我们要怎么讲？你怎么那么丑？不能这样。哄你的学生。啊，很久了。原来你当痴汉行之有年。不是，刚这样看就真的相信你瘦了十公斤呢。我刚刚看到那个下巴，我是说那个大概4-5年前有了，但那也很圆呢，真的吗？很像一只，跟现在跟你现在比啦，跟你现在名字之后真的看起来圆圆的。现在胶原蛋白流失，没有，整天在那边跳那个精致，哎。他最近有推出新的作品，对不对？对，来宣传一下哇！的人生第一本写真，然后是跟那个我们另外一位 Lakuten Girls 的团员一起拍的，是闺蜜写真。闺蜜，我闺蜜很精彩啊！双人的那种，双人，对，双人有剧情吗？好好听哦。然后是由黄天的老师，喷血量会很大。我讲天人兄拍的。品质保绝对双人，绝对双人，一个人已经满足不了天人老师，对，一定要两个人。这什么时候推出啊？现在已经可以在各大的数位写真平台购买了。哇，无与伦比的绝美耶！哇，这个摄影师越来越正，你现在比当时那时候来，大概再正10倍。哇，所以这今天回去会多10万粉，知道吗？现在我已经帮不了他了，因为他现在本身就已经这么多粉丝。没有，康哥是我贵人，因为那时候，然后我的那个粉丝专业就暴增。贵人，对，那但你现在的地位已经算提高了。对，所以现在是你要对他鼓励，对，贵人，你可以说我帅，你说他帅，贵人，康哥超帅的 ，OK， 哎，好不好？你好不好？你害羞什么？不是他要那些爱心啊，对，好不好 ？OK， 那什么时候想要结婚？这么突然？不是啊，就是说现在如果说很多更多的邀约的话，你要怎么处理？邀约是说工作上，对啊，上电视，私底下也会开始会有，比如说我们四位私底下邀约你，你会接受，你会接受哪一个人的，或是哪一位你觉得不会接受，你会先选优先考虑，哇，这个排名很硬啊，这样好了，你看谁比较接近你喜欢的外形，他应该是一季半嘛。我们选第二个，我不看外形哎，但我选。那你这样讲是伤到我。第一个位，但总有你比较喜欢，比如高一点啊，瘦一点啊，对啊，衣服黄一点啊，对啊，就有点比较像那种那个，有点像瘦子男生啊，对啊。有哎。那我选丰田。阿天飞，我要鼓励他。对了，好了，其中做给他，没事没事。好了，哎，认购。你喜欢高的人？没有，因为上次有一次来，然后丰田也选我。
回你而已啊，回你，不要发信，回你而已。日本人都坐在里面，你不用。你是不是忘记？你是忘记？他什么时候？他根本就不知道忘记，而且丰田完全忘记。他刚才叫你梦景，梦景对呀。好，谢谢你这个大家啊，就支持支持一下啦，大家多多支持。